好了，我们今天介绍这台可爱的小汽车哦，它可以改装成计程车哎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哇，这台车超久的啊，连我都没有看过。来，我们看看第一人称的样子，真的是在复古车里面呢。然后我们改车了，好不好？维尼王朝经典跑车，不晓得是哪一台经典跑车了。好，我们改刹车好了，刹车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前面的保险杆有什么？哦，这应该蛮耐叫的。选跟前面的一样好了。呀，这是什么？扩充是吗？扩充增加挡泥板是吧？哇，引擎增加变三格了，排气管这个什么平平的，随便选。OK， 所以它的是什么方程罩，这好可爱，为什么？水箱护罩。突然觉得原厂比较好看，这还行啊，好吧，王者无敌啊。这什么？哦，它是引擎盖的部分哦。啊，原厂比较好看啊，用原厂好不好？看看有什么，车灯换颜色啊，好吧，我们直接看涂装好了，涂装。有粉红色的涂装哦。发现它还蛮缤纷的哦，这是什么？火焰雕塑，哇，这是艺术啊！这个超车，请扒我，咱们选哪一个好？这个好不好？我觉得颜色还蛮好看的。车镜圆形，这选哪一个？我看看，我先看它颜色，深色的颜色还是浅色的好看？啊，黄色最亮，好不好？黄色。那上面的喷漆用蓝色，好不好？它是什么？好多行李箱哦！等一下，计程车啊，对吧？计程车的这个招牌，还有广告在上面呢。公车之旅，假日出去玩的吧？咱们选这个计程车啊，车顶这个灯可以去招车一下。变速箱才加一点点啊。测量板哦，前面的遮阳板，这个遮阳板可以往下一点，还 OK。好了，出去了，实际来测试一下它可以开到多快好了。哇，超 Q 的！哎呦，第一人称也不错哦，冲啊！起跑很快哎，这完全不用怕迟到了。呀，还是要守法一下。哇，后面会喷火呢。不好转弯，对啊 ，OK 啦。
不用开太快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当个守法的好市民的。好，喜欢这台机器人车，别忘了去买啊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I sober, my run through the money, the pressure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, tell me I'm garbage. I'm going through something, that's why I ain't calling. Phone in progression, it's all that I wanted. A foe in affection, I summon and dub it. Cause bitch, 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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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lve them, I run through the money, the pressure be calling. Left on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.